少爷，要不就打你两巴掌。天王盖地虎，我是二百五，快出来啦！那给你介绍个妹子。哎呀，这看怎么样了、啊？我们先进去，深入了解。行，快点，来，快！哎呀，怎么那么久？无那不得，全方位了解啊！看看他哪里人呢？多大了？啊，适不适合？太适合了。啊，那行吧，赶紧的，我赶着去下一家呢。哎呀，看这。啊，好了，行了，进去吧。下次要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那不跟我吗？哎呀，这怎么跟他们？哎，进去。哎呀，打你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好好的配合，上哥差点被你搞飞了。天王盖地虎，我是个二百五。出来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哪个？这个？嗯，漂亮吧？漂亮，我喜欢啊。喜欢就得行嘛，先商量好了吧、嗯，价钱也谈好了吧。嗯。但是呢，你现在那带进去。我肯定要带进去。带进去了解一下，快点！过来！进去！哎呀！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了，啊，那行。哎呀，那行，下次如果要到的话，我直接送过来啊。咋不跟我住个今晚上啊？哎呀，这住什么？行了，回去关门了。哎呀，啊，回去。哎，你回家。丈母娘，你干嘛把你娘拉走啊？我不拉走，留我的女儿在这里给你虐待是吗？我什么虐待她？吃好穿好的啊！现在她是我鲍家的人了吧？什么？你鲍家的人是来帮你做你的奴隶还是什么？还是帮你赚钱啊？什么？什么做奴隶？她在家里面碗都没有让她洗过，穿得那么好，我对待她也是对待亲生女儿一样。别说的那么好听了啊！我女儿什么事都跟我说了，谁像你这么变态的一个家婆的啊？居然拉着自己的儿媳妇去变红包，丢不丢人呐？啊，我丢什么人？啊，那也是一门赚钱的工，那个什么啦，技术啊，你自己去啊，干嘛拉我的女儿去啊？啊，你女儿现在是我抛家的人，好钱，也不关你的事啦，啊，彩礼我也给你了。你给彩礼不是理所当然了吗？啊，是理所当然，但是他现在是我儿子的老婆，是我儿媳妇，泼出去的水，现在他是泡家的人。我跟你这种变态说不通，我已经通知你儿子了，回来跟我女儿离婚。你说离就离的，对，就是我说了算，你说的算。我还没见过这样变态的进家呢，奇怪了，哎呦，见我的女儿善良就这么欺负我女儿。谁欺负你女儿了？我还没死呢，我这个为娘了呢，我把她当宝一样看待。你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了吧？我不跟你废话那么多，你就等了吧。你儿子也准备到家了。二位，拿包袱回去，回去！别动我的女儿，还动你女儿？哎哎，儿子回来了。对，刚没到家，怎么还拉拉扯扯的起来了？问你妈。你丈母娘啊，要把你老婆拖回去啊，还要说要让你跟她离婚呐、啊！哎呦，好话真会说哦！他拉你的老婆去变红包了，阿五啊，你这个妈太变态了！没有这个事实，老妈。还没有这个事。没有这个事实，那我岳母娘也打电话回来个，叫我回来了，我要回来看一下。你说没有这事实，二妹有没有这个情况？说啊，你要怕什么？说那么多，没有。我在这，你放心。
有。来，老妈。有啊，能咋样？现在挣钱那么难，那不就是带他出去外面，跟那个什么相个亲就有钱了？那不是赚一门赚钱的技术吗？你也不能这样啊，她是我老婆啊。况且我出去打工，每个月都给你寄那么多钱回来。你寄那一点钱也是多，但是你钱这个还怕多的吗？啊？哎呀，我出去打工就想留着二妹在家好好照顾你，赶紧的，给二妹道个歉。道什么歉？我是你妈嘞，我不道歉的吗？好。你还是这样嘴硬是吗？我看见阿虎对我的女儿这么好，我才是打电话通知他，不然的话我就直接拉回去了。现在你既然这样的话，阿虎算了，明天民政局见。老公，我看我们还是离婚吧。哎，怎么可这样啊？啊，离什么离？你不然的话，你这边又是老妈，一边又是我，怕你为难，干脆离了算了。对呀、啊，老妈，赶紧给二妹道个歉。我没有错，你还死性不改了？啊，我什么死性不改？我养你那么大，我是你老妈，你就不听我的？妹，前几个老婆都是被你这样拿去骗红包，让人给骗走了，人家都跟我离婚了。我这次啊，干上二妹，跟她在一起，那么融合得来。我这次就不离了。啊，你讲的是什么？你是我儿子，你还听一个娘们讲呢？有了几回忘了娘了啊你啊？也不是这样说，只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她可是你的儿媳妇，我的老婆，我就有一个妈，放你放她跟你在家，让她好好的孝顺孝顺你。没想到你做出这个事情出来。啊，你是？胳膊往外拐了是吧？啊？什么胳膊往外拐啊？如果你再死性不改，赶紧呢？不要，不要，行，二妹，这样，我们也不用说离不离了，你就跟我上别的地方讨生活去，让这死性不改的老妈，让她孤独终老，后悔终生。我支持你啊！哎呀，如果你们钱不够用的话，我支持。哎，爽了吧？爽了吧？走，老妈，既然你不道歉，你自己干着办吧。我要跟你恩断义绝。走了，老妈。我、哎，你个臭小子，吊死在一棵树下啊！啊，你这是弟妹吧？哎呀，你个臭婆娘啊！啊，什么养了什么女儿啊？啊，不就是一门技术赚钱的工具吗？哎呀，你没有女儿怎么样啊？啊，哎呀。一个女人的板弄得这样子啊，一点都不像我儿子。哎呀，为了个娘们连老妈都不要啊，以后不要进那个家啊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哎呀。